绿翔上来把握了第一次的出手机会，陈立焕球给 Washburn， 这个转身两分拿到，漂亮的脚步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在丹阳这样的情况下 ，Washburn 跟 Sunny 的功力是有所落差的。哎，不过他这次背筐的两次转身倒是打得还不错。 那现在第一节其实一开始，领航员也是在进攻篮板上很快的换得了分数，这个球又被领航员成功的防守给守下来转换进攻。对，第一节两边得分的差距，小白跟右伟今天的放队也蛮精彩的。外围 Washburn long two， 周一翔，小白这个防守也蛮有侵略性的，结果球被抄到，碰碰的超前，大汉。 在后面看拖车有了，小白看到禁区的机会 ，Washburn 把握住了。黄宏焕今天已经有9个篮板了，另外有11分以及6个助攻。小白在教 Washburn， 很会找自己的禁区常人啊。对，那4球还是在第一节投进的。Washburn 直接在篮板上面。 把这球摘下得分，基本上这场比赛也定掉了。好，最后的比分就是108比78，双方整整30分的差距。